教会无情的车名，失去了正义的名。正威风，莫讲失败是英雄，破路平庸，要有机会成功。成败无常，躲避起落的太阳，再黑敢无？关心地骨清洗过，伊予我九个圣杯。如果我小小歌王有过十关，迄就是天意；如果无过关，就是你大赛。大个，你念口白敢会使有一点仔感情哈？哪样无感情安尼啦？大个啊，你哪会安尼啦？人我红人榜哦，无过关就咧可怜啊，所以甲伊有伊啊压着啊，啊你去讲笑，啊无是安尼啦，大呀，你最近吼、哦、打小小歌王过十关，啊会当过关一定有啥物撇步啊，啊你毋甲我教一个，这毋甲简单，而且要过关毋是只靠唱歌，而且就是爱派冰箱老师才会惊。你敢甲头前的评审老师呛声？爱派啊！啊，若要派，到底是要安怎派啊？你毋著甲我教一下。第一，眼神爱派。安尼眼神派落，亚文老师就会惊哦。系啊。哦，我试看卖啊。嘛较正经嘞，你这不是派，是三八。来，我教你最后的大绝招。等下，嘿嘿，大绝招哦，你唔免甲我讲，我嘛知。按做兄弟哦，就若要派哦，就是爱赤龙，佮爱赤红。啊，若无龙甲红，至少嘛爱半价，对不对？大个，我已经赤好啊，你甲我看卖啊，看你有派无？你请这个一点点呀，也敢讲你是兄弟？安尼阁无够哦，啊无大，你请啥？我看卖啊。来，你阁认真看。好，来。笑死人！啊，哪有人做兄弟请你？你请这皮卡丘的啦，伤憨呐。我甲你讲，不管请啥物。在这就是爱派，主要是对自己有信心，只要有信心，一定才会身正威昂。啊，飘浪的生活，多强的生命，人扛着心内的惊惊，黑暗的社会，无情的车名，失去了正义的名。错乱的思维，少年的冲动，违背了阮的理想。
老师好，老师要讲的是你太棒了，你竟然会唱歌，而且还会演戏。那你的歌唱呢，今天跟孟贤哥哥呢的合作，我觉得好棒哦。孟贤哥哥他很有名哦，他还愿意回来帮你哦。然后呢，你想想看，以后如果你有一点成就的话，你要不要帮助别人？要，对吗？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，知道吗？然后你看到了林吉先哥哥还有小平哥哥，他们两个都已经长这么大了，4岁就来参加比赛了，现在都长这么大了，而且他们多才多艺，学了鼓啦，学了这个 keyboard 啦，学了。你有没有发现说，哦，原来这个舞台不是只唱歌，我用一个哦一挂自己兴趣的东西，对吧？哦，所以你要继续学习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请我们流氓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孟贤啊，老师好。哎，我看你哦，连路麻你也敢呛声，那不是比数大让你看，我早就给你斩了。好快哦！但是我讲实在的哈，恁两个的表演我感觉完美无瑕，尤其是孟贤的歌声啦。哦，听讲你买厝啊？伫家人。所以。红人榜，让你赚偌济，你爱饮水思源，爱请人吃饭，爱请人安怎，你拢爱做。我只甲你交代一下尔，但是我感觉恁两行的表演实在是完美无瑕。转眼间就要过去了，所有的参赛者，一个超级红榜也才做10档以上，这就是感觉证明一点，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节目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一个节目会使做这样尼久，一定会有原因的存在，就是。大家足尽心尽力嚟做，不管是这个制作单位，也是这个老师，尤其是每一个参与比赛每一个人，因为你成就了超级红人榜，超级红人榜成就了大家，所以我感觉这个节目会使成就这么多厉害的歌手，实在是无简单。谢谢。哇，谢谢老师。